2년간 어떠셨어요? 你已经过了2年，你感觉怎么样？还好，没有什么不太方便的。不太方便的，没有问题吗？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啊。是的。그수술전에이제이수술이처음에어떻게아시게된거였어요？你手术以前你怎么知道这个手术啊？因为我是有多年那个糖尿病，完了那吸烟可能太多了，是那个引起的。完了那个勃起呢，那个不够那个满足，不是自己的想象的达不到目的，所以。后来我知道这个信息之后，上次来做的手术。你初次怎么知道这个手术啊？在网上里面还是其他的人说你啊？我是那个网上自己搜索的。哦，在网上里面你查找这个手术，然后其他的医院也是去过的。去了三个地方。啊、三个地方吗、嗯？后来我到这个地方还感觉到最比较可靠，自己感觉。最好感觉啊。그수술전에는어떤게제일그러니까이수술을이제받으시겠다생각을하셨을때수술에는어떤게제일걱정이되시는가요？你决定这个手术的以前最好的担心是什么？最担心的当然是那个手术做了之后，后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自己的欲望的那个目的。关键是这个。받으시고나셔서통증은직후에통증은뭐아프거나이런건좀어떠셨어요불편하고你做手术之后最疼怎么样？手术做了之后能有半个月吧，反正是那个稍微痛点儿。那过了半个月之后，基本上逐步的好了，基本上没有什么痛的地方，还挺好。이제수술받으시고사용을해보셨을테니까사용하실때불편하시거나이런점은없으셨어요？没有什么，这很正常，就是以前和那种感觉是都差不多的一样。그래서이제한전반적으로이제2년정도면은비슷한상황에있는다른사람들한테이제이수술은그럼뭐해볼만한수술이다못할수술이다이렇게얘기해주실수가있잖아요。그래서전반적인총평을하시자면어떠신것같아요다른내가비슷한상황에있는사람이라면은如果你告诉其他的人这个手术的话，你想说什么？我肯定要让他们做这个，我让他们尝试一下，推荐给他们。我这个医院呢比较可靠，做的手术呢也比较把握。确实，저희가실할수있을정도로뭐다문답하죠수술자체에대해서는이제받아보시니까가장아이런부분이내가가장좋았다할수있는부분이어떤게있으실까요原先以前那个稍微年龄大了之后，就是自己预想的那个时间呢达不到，但现在呢，反正可以做，你想做多久可以做多久。수술받으시고나서뭐다른사람들만날때그때조금이래감정의변화그러니까내가자신감이좀더생겼다던가그런부분들이있으실수있을까요现在就是有自信吧就是自己感觉到有自信没有什么那个担忧的事情지금이제결과를이제쭉저희가기록을해놓은거를제가설명을좀드릴게요그선생님이이제수술받으시기전에발길시키기전에는 8.2cm 나왔었어요길이가、네、이제여기서부터여기까지길이를우리가재는데 8.2cm 나왔는데발기가되고난후에는 8.7cm 였어요그래서수술직후에는저희가기록을하지않았고수술3개월차됐을때길이를재니까 7.8cm 오히려수술전보다줄었어요이게언제나그렇습니다근데연습을저희가꾸준히하시라고말씀드렸잖아요연습을잘하신것같아요지금은길이를재보니까 9.1cm 예요2년이지난시점에서그러니까옛날보다지금길이가오히려더좋아졌어요굵기같은경우에는수술전에는둘레가 7.5cm 였는데지금은 10.1cm 한 2.6cm 정도두꺼워졌어요그래서크기자체가많이좋아져있으신편이에요근데지금이거의보면은최고치라고저희가생각을하거든요연습을잘해서잘쓰신것같아요제가보니까잘하셨네요 크기나이런건어떤것같으세요
你感觉大小，大小什么？还行吧，比以前强点儿。啊，以前不都커져졌다고하죠？뭐잘쓰셔주셔서정말감사합니다。我也非常感谢。比较满足。정기적으로이외에도오시고요그다음에뭐하신쓰시다거나이럴때불편하신게있으면언제든얘기해주세요네知道아谢谢시간내서감사합니다谢谢